老公，他们都说我长得丑，你说我长得丑吗？媳妇儿啊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以后公共场所别管我叫老公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其实当初跟你分手我还挺后悔的。没有事啊，这么多年了都过去了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现在这家企业当高管，年薪80万，还挺好的。咱们一会儿不去世纪大厦了，豪仙街那边有个快捷酒店。可惜谁有没有好啊。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想到你。我也是。先不说了啊，我男朋友开好房等我呢。